定要找出原因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甜甜的抱抱很肮脏，新生产出强大只的嘎渣。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拍的就是二诊。我们要二诊谁了呢？就是芊芊啦。你们在看影片的时候，你们也发现芊芊有三个肮脏的抱抱吗？我们每次叫他拿去洗的时候，他都不肯拿去洗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恶整他，让他拿他的抱抱去洗。所以我们就看这一次的恶整过后，他肯不肯给我们拿抱抱去洗吧。不要做坏事的人，打开他的手心，两个手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进不可以，太近了，怎么办？等他一下。12:00 PM。3:28 AM. 3 hours later. 医生呢？你的包包太肮脏了，变成脏了。多久没有洗包包了？所以要是收去给他一个包包了啊。叫你洗又没有洗，要拿去洗包包了啊。送给他那个包包。你再不洗包包，你的包包就变成这个。小蟑螂，小蟑螂从你包大蟑螂爬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这个大蟑螂很可爱啊。这嘛，这里明明这样子抱着它睡觉，多么的好吃，多么的好抱。已经万年包包没有洗过了。是的。啊，叫你洗不要洗。Hello， 我就会变成蟑螂包包了。你看，来，它的包包，我们开灯。很好啊，美女，你看，你很想做做，有这样多个脚可以做。是啊，给你慢慢做。你看你的包包来，你看起来乖。你看已经变成黑色的包包了。跟这个差不多一样的颜色了。购买它最新包包。香啊，你的包包。你看你有多个包包？一个，两个。三个，还有一个这大包包，到底要找个包包？小强回来了，小强回来了，小强回来了，最新包包。昨天半夜
半夜自己买的，你帮他看一下，被吓醒了。帮他看一下，帮到你的这个床帘被吓醒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我是不是醒了？醒了。有关哦，他现在给我的谜，我想我知道那个是来 prank 妹妹的。姐，你看到你第一个吓到了。我好了，我就是马上看到，我要出国，我要出国，我怎么剪？还抱着你的臭包包，把今晚不拿去洗 ，OK？ OK， 好，三个拿去洗。又可以，这个包包暂时等着先。开始酷包模式。OK， 我们洗这两个包包先，拿这一个。啊，给你洗这两个，拿这一个吧。看，给爸爸两个，看，看爸爸两个，快选两个出来给爸爸洗。你选两个给我，我拿去洗这两个先。快点。你直接包一个吧了。快点。快点啊！不然晚上我们拿走，就是两个啊。但是最肮脏那个就是没有拿去洗，是啊，这个是最肮脏，太黑溜溜了。然后那个洗好了就到这个洗 ，OK？OK、OK? OK, 没有？讲讲 K 没有 ？K 没有？这两个洗好了再好。可以这样子 ，OK 啊？ OK, 我们以为你会抱着这样子呢，一起来。那你懂，你没有抱，是抱着大哥的抱抱。我们就跟你 ，It's a prank。来，这个就有这个臭臭还是香香？他恐怕就是给他做到挂痕给我洗。所以下一集已经变成不懂什么鬼蜘蛛网了。呀，大家看你的蜘蛛网，给大家看你的蜘蛛网，看。哎，展示他的蜘蛛网，蜘蛛网给你演，全部都变成一丝一丝。其实在晚上你抱这个蟑螂的时候，你懂没有？不懂啊，早上还懂啊。早上一睡觉抱那个包包，因为我要看哪一个包包，然后到最后晚上就是变成长了，叫你，谁叫你不给我去洗，所以惩罚你，惩罚你，你就算给我洗。以前还肯给我洗，现在不肯给我洗了，啊，变成安安七七。所以我们才要骗你，但是好像有点骗不成。是啊，但是好像骗都不是很成功。我们是讲他第一时间一起身是抱着那包包会被吓到你什么来的，结果还是哭在那边大哭，烂哭包，烂哭包，烂哭包。那里有香包包吗？什么叫香包包？香包包。你们所谓的香包包是香还是臭？没有香。或者这种这种香蜘蛛网，香金金。没有你的臭味呀、啊，没有你的香味还是臭味？香臭味，香味。对这一个男的那个怪癖，你知道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吗？他就是那手指一天到晚在那边搓搓搓搓的那样子，一丝一丝一丝。请在我们的 IG 留言给我们知道，你们多久没有给你们的妈咪拿去洗了？如果喜欢的话。拿去洗了，你多久没有有拿去洗了？你讲，有道理没有？从我小就一直不给。咦，证明里面很多虫子呢。有，你有被吓到吗？嗯，有吓到一下。有吓到一下，我去吐了。嗯。包包，三个包包容不能够。你昨天睡了一整天，你不懂你包包变成蟑螂。包包。
还包了包包一整，蟑螂一整天。包了蟑螂一整晚。